你要穿哪一件？来站好，站好，那边那边，姐姐那边，那边比较漂亮，哪边比较漂亮？来，这找个地方啊。对啊，他们住在这边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用高高的吗？因为它下面淹水才不会淹到，它才可以住。然后这都是草做的呢。你有搅过？没有。啊，这是大的啊。可是那个是小小的，在桌子上。你做什么？做直升机哦。啊？爸爸为什么在这里？什么？爸爸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我们在日月潭有个贴金箔的黄金马桶嘛，那它这边有黄金马桶，我们这边就有个黄金马桶。我们可以做美金上黄金，有个那种财源滚滚的寓意嘛。那这边有间厕所。怎样？妈妈不见了。啊。